大征收违宪，扩大征收违宪。台南市谎言连篇，台南市谎言连篇，台南市谎言连篇。交通部他们在面对我们的时候，他说了非常多的谎话。那在说明会上面呢，我们一再戳破他们的谎话啊，特别是有关于为什么要东移这件事情。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说是为了机保存，就是台南市的那个车站啊。后来我们去查，1996年有一个案子，那时候民进党执政，那时候古迹有保存，但是呢是可以在本来的铁路下面做地下化的啊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们又编别的谎话说台南呢不适合用一种工法叫做前盾法，好、哦，那这件事情我没有查出来，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重点是，交通部他们试图用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来混淆视听，好、哦，那因为不管你弄什么工法，前盾法也好，明挖法也好，其实你都可以在本来的铁路的用地下面来做那个施工。那有关于临时轨，它可以用征用，就跟老百姓借地来盖临时轨通车，然后呢施工完毕之后呢再把土地还给老百姓，好、哦，那他们不要这样做。如果是一个最好政策的话，为什么要沿路的说谎？为什么铁路东移的理由要一变再变？哦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陈情书再一次的交给交通部。征收老百姓的土地来盖这个铁路，好、哦，那在这个整个跟他们接触的过程里面呢，从八月底的说明会到后来市政府交通部的新闻稿，我们发现他们一直都在说谎，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愤怒。那而且呢，他们说谎的技巧非常非常糟糕，是把我们当作白痴一样的这样的说谎的方式。咱都唔知影，你今天有这件代志，是不是爱提早跟他们讲，对不？今天就只有这封信都要听。这个所有钱是政府发给我的呢。我今天的所有钱是政府合法给我们的，凭什么听讲伊话要给他听，要听？我抗议到底。赖清德、毛志国，出来告，马英九，毛志国，赖清德。